流星校园一季一次 ，Action！ 沈菜，你下午要上统计学的课吗？我这学期已经没有排统计学的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打工啊。啊，那我以后就要一个人上统计学的课了。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。双手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有点透不过气。你的天真我想珍惜，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。他怎么了导演？剧本按照剧本来说，这个山菜她是个女生，左臂成功得穿女装吧。初中水很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非常多的明争暗斗，而这些明争暗斗的胜负代表了这个班里面谁是最令人瞩目的人，所以绝对不能输，细节决定成败嘛。在生活中呢，有非常非常多的隐藏着的危机，就比方说摔跤吧，周围要是没有人，那摔了就摔了，要是被人看见的话呢，就非常尴尬。
这很考验一个人的随机应变能力，看你怎么去化解它。这是一名合格初中生的必修课。你在干嘛？俯卧撑，常见的健身运动，在日常锻炼和体育课上，尤其是在军事方面，是一项基本训练。俯卧撑主要锻炼上肢、腰部及腹部，尤其是胸肌的肌肉，是日常生活中十分有效却简单易行的力量训练手段。遇见这种同一种危机呢，化解方式就不能在同一个人面前上演第二次。Must have a change. 你又在干嘛？嘘，帽子被人盯上了。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，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。
别想开。三二一走。